上岛。啊，所以这个主线都引导我们去玩一些。开始可以开餐厅哦！哇，真的可以经营餐厅了诶。也不要小看《摩尔庄园》这个游戏。玩起来是非常恐怖的。啊？所以可以跟他接任务诶，我先接一接啊。哼，客人进来了。哦，所以这个模式等于是变成单机游戏就对了。哼，好吧。我觉得我们下一集再讲诶。有了。其实他都可以跳过诶。这样就有了吗？啊，那边成为厨师了吗？厨师呢？后面那个也太可爱了吧！后面那个人，这真的吗？诶，他超可爱的，我也好想要玩白色的摩尔庄园哦。嗯。